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《区域角色游戏》啊。那我们终于改变了约翰尼的记忆，把它变成当一个宇航员，送他去月球。真的要送月球了？你之前想过他们能做到吗？啊，你呢？完全没想过，以他的性质，我从不认为他会能成功，但我错了，这样反而更好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真为他们开心。OK， 如你所知，这趟航天飞行仪的是我的兄弟，对，我也曾写过关于这个的书，但结局没那么乐观。大概最后给改一改吧。哎，马兹博士对吗？谢谢你让我进来这里。是又要这么做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想去月球了吗？当然。然后呢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们说好了，他就像一滩被自己整得连呼呼的气死。这是医生吗？我想他的潜意识里就一直坚持着等待也没了，这么看来他相当有耐性啊。现在去吧，你的同事正在等你呢。我想这里的视野一定很不错。好，那能主动交通，没错，就像他们都是真的人一样。就是这样，而且我们一直为之努力的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打？喂，站在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？你只是想把我再推下去一次，对吧？很有可能。这里的风景真的不错，这冒险的被推下去的风险也该上来分看哦。过来吧，快结局了。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讲话了。OK， 大家有听到后面的声音吗？啊，还有还有。哦，看起来这边没有对话。好，刚才不是有出现绿色跟红色的吗？然后应该是指约翰尼的，就是那个侦测仪器嘛，心脏心跳那个，最后不是一直维持跳动跳动嘛，后来最后不是看到月球的那个表面，然后跟丽娃牵着手，然后就停止了，代表说男女主角们的确完成了他们的任务。不过这个不是现实啊，大家知应该大家应该知道，这是用科技产生，让他的记忆改变，而不是现实发生中的事。不过这游戏啦，我想他就是想带给我们说，人生不要后悔，因为你看嘛，人总是会后悔的，就是在临终之前只会说后悔没有去做什么事，对吧？所以大家有什么想做的事就快去做吧。好，结束了，就这样。还有还有，谢谢，现在可以说再见了。我还是无法相信约翰尼就那样把那座房子遗赠给莉莉。他还能把房子留给谁呢？我们吗？这个地方很不适合举行葬礼。尽管如此，要是发生山崩的话，他们就和鱼儿一起遨游了。还是有点太快了。不，这永远都不够快。心灵声真不错。你好，这里是丽娃。我们马上就到。新的病人，新的病人。我们出发吧。他刚放了什么？这个是重要上 FB and Twitter for future updates。他写第一章结束。说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款游戏就到这边结束啊。然后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去月球有地球游戏的部分。那有时间的话，我再录给大家看吧。OK， 那希望频道欢迎到我的影片的左下方有图片按一个订阅，也欢迎到左下方的黄色小框框按一个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着赞，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希望我会喜欢这款这么的有意义的游戏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啦，拜拜。